这是一本泸州乡志，就泸州乡记载泸州乡的一些故事。那我们这前面太多了，我懒得看了。这里面有什么人文，什么都有，一大堆了，真太多了。这个都不要看，那我就从这个宗庙开始。第一个这里有，还写那个宗庙的那个历史记录，然后有你看清朝的，是清朝的，然后还有，那这些庙宇，什么李宅，那个江津庙，然后还有永联寺，这个是那个，保和宫，这我都要把它做记号，这个都要去看。保和宫，这样，这个是那个路边的那个九穹宫，然后这个就忠义庙还是什么？对对，那是忠义庙。它很奇怪，他们这个全部都是一层楼那么高，因为泸州会淹水，所以它的庙都在二楼。这是那个泸州基督教会，然后就这样，这就是整个淡水区这样，泸州乡的地图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来去逛一逛，逛一逛泸州，整个泸州就在那里。